今天又是个私人比赛，跟我两位朋友打。废话不多说，开始。好，开始了。这次又是80个皇冠的皇冠收集比赛。诶，奇怪。糟糕，爆了！可恶！好，快接受他了。发射！差点就被撞了。嘣！糟糕，他已经18了，19。必须红包他。先躲一下吃给包。好。Oh my god， 沉下去了。不知道搞什么，很怪。突然瞧，好瞧，应该打开了。我要准备往里面发射冻结炮。Yes， 解决了。怎么一个王冠也没有？搞什么？跟我挑战啊，胆大包天哦！我要人。他在跑着，冲啊！我也冲！撞死你！拜拜。嗯，怎么又在这个地方复活了？又来，去死，去死！这石头是什么 ？Yes， 拿到感叹号地雷，咻咻咻咻，去捡感叹号吧。他不捡了，不敢捡了。这个还有55秒，快点！我不想再浪费时间跟这个傻瓜打了，他也丢地雷。我知道乔肯定会，我的还马克已经46了，马克46了，糟糕糟糕糟糕，真的要把他给打死，打死你！呵呵，去哪了？嘘，嘘，冻住了，冻住了，冻住了 ，yes。Victory!
我气死了，不是我了，其实是坦克打的。Oh my god， 他发疯了。倒数了，倒数了，七、六、五、四、三、二、一，拜拜。Yes， 我赢了。第三，一个黄瓜。Go.